识人有数，面部特征三根低塌。三根就是鼻子在两眼之间的这个部位，这个地方如果说比较塌陷的话，首先代表这个人主业不丰，享受不了祖上的余荫，会比较辛苦劳碌，难享六亲之助力，也很少有贵人扶持，易主其人，会比较缺乏主见，意志力不坚定，持续能力比较弱，进取性不强，事业起步不顺，根基弱啊，所以说事业方面是比较一般的。尤其是与女性而言，三根低塌的女性嫁得不好，丈夫不励志，或者是不顾家，自己也会比较辛苦劳碌，但是其人为人和顺，自我意识不强，